Thank you.
火槍！喂，唔好漏水，唔好漏水，我求下你，唔好漏水。你知你做緊乜？你知？你知？KC 呢個滾筒係要冇啊，冇得冇啊，其他啱仔啫，其他仔啫。幾要力咁 spam 緊跳之後，點樣再嚟一波無緣啊？我再加埋個滾筒，解埋只獵人先。但係 KC 呢一波 spam 令到阿張媽有好大嘅一個反推嘅能力。KC 繼續喺度 spam 跳之後，張媽呢邊有個電筆，我點解見到他冇機會啦？KC 其實好大嘅 ，KC 好大，佢冇帶骨龍，都好大。起碼唔會話難打咯，我自己就係打得差，係打得差。好 ，KC 能穩住嗎 ？KC。KC。
KC。KC 仲系一个墓园，上面仲系一个皇家具。KC 唔好漏水啊 ！KC， 哇！摆技。太难受了，你剑法就肥了下，虽然是赚了三水，即是你唯有都是寻骑士的啫。哇，因为知道你个黑还未在晒头我，KC 是力技定咩？你波墓园是 timing 嘅，波墓园，佢只想试一下去 spam 乜 spam 跳塔，呢波系非常之大机会嘅，呢啲火枪，未死啊呢啲火枪，你波追翻咗好多嘅血量，其实要再嚟多波先啊，咁而佢已经直接换路啦。哎呀，把你波老师唔明智，唉，唔明智真系，唔好漏费啊 ，KC， 唔好漏水啊。我唔想，我唔想又要一个打四个啊，大佬。呢啲最尾呢个嘅后排已经推到，但系一粒火球又 miss 多次，哇！呢个系 cheap pack fireball。哇！摆技。两边互相摆技的情况之下，我都不知道有咩零食好讲啦。唔好漏水啊！两边都一齐有漏水，我真系我睇到啲盲海有人逼正，漏水有人逼正。哇！呢边尝试嚟一波斗快啦！诶，呢个黑就顶得唔错啦，血量都已经跌咗500。你换你嘅只龙宝两啖，即系蚀到飞起。K C 继续漏水，两边都继续漏水，到底要漏水漏到何年何月何日啦 ？O K C 一个 delivery 情况下就再搞一波墓园，呢一波其实系唔错噶，呢波机会系两波墓园，有冇啲谂法？有佢 fireball miss 咗，点样加埋个毒啊？
都得门啦，等得要抢到中之火出。哎呀！第二个是 UKC， 会订乜嘢呢 ？Scaly Dragon， 好 UKC 加油啊 UKC， 我们是桶打桶啦，内战不可怕，谁输谁尴尬，好吧？真的谁输谁尴尬？哎，这个 lock 又 lock 得不错，因为就算他掉桶都，他都有个 goblin 嘅。哇，呢只公主很摆技啊！而家嘅节奏系 UKC 呢边，有条头都系公主啊，但系呢个就争少少。可以右路掉桶嘅，右路掉桶，咁咧有一个少少嘅分区，或者你唔掉桶啦，咁就两边一齐磨一磨就算。睇睇 UKC 会点样先。系，即系讲真，呢张布。内战不可怕，谁输谁尴尬。哇 ，UKC 非常之 aggressive 嘅，我桥头公主成功瞄到一下，阿对妹呢边都被逼用咗一个 Tesla 嚟解。好 ，UKC 再嚟一个同一个前置桶啦，非常之好啊 ！UKC 又可以用一个公主嚟食啊，诶，用咗一个 Knight。咁可以用公主，想翻到只公主。哇，呢、這个就，但而家血量上有800嘅优势。好啦，对面仲有一个桶落埋嚟，一个心机桶 UKC 亦都成功捉到呢一个嚟。UKC 一粒冰屎系想洗一洗啲冰屎出嚟啦。到 UKC 再嚟一个桶，诶、欸，一个三分波，短失一个三分波。好一个桶 ，UKC， 诶，呢个公主成功瞄到，继续塔一下。好 ，UKC 插到第二个公主出嚟，呢边一个 Tesla 解一解公主，最尾呢边亦都落咗一个 Tesla， 两边 Tesla 喺度射嚟射去。最尾，诶 ，UKC 呢只公主成功追对面嘅公主咁样嘅话，呢个系可以成为 UKC 一个节奏点啦。咁最尾呢边再拆一隻公主出嚟嘅话，其实节奏嚟讲已经有好大程度系喺 UKC 呢边啦。我哋搞个心机桶，再成功捉到 UKC， 再一隻骑士解一解对面。最尾
一個嘅哥本鏡嚟解解只公主，作為一個滾木嚟成功解咗呢個嘅桶。咁最尾作為一隻公主，只公主亦都攞咗唔少嘅 value 啊。咁 Yuki 超人係一個 Tesla 嚟㗎，但係呢個矮少少矮。睇睇佢意味嘅就寶，如果係寶嘅就可以考慮係攞一攞搞一搞。欸，一個公主都放得非常之唔錯，成功解到對面嘅公主，但係而家血量上嚟講 ，UK 斯仲係800特嘅優勢。我對面呢邊係用一個嘅公主嚟寫翻對面公主咯。咁 UK 斯呢個嚟咗一個左邊嘅一個桶 ，UK 斯冇捉啱透咗200嘅血帶，其實而家 UK 斯嘅血量嘅優勢已經你仲係800，好的。好，咁UKC 一個 Tesla 上面解一解對面到一個桶落埋嚟 ，UKC 點樣解嗰兩隻公主啊？我成功解咗一隻，咁UKC 呢一個左字筒用咗一個歌軍嚟解，食咗一下，但係其實無傷大，呢啲就可以考慮嘅係一個火鑽嚟 chip 到啦，因為都差唔多到咗呢個最後嘅階段。咁一個火箭直接落咗嚟 ，UKC 亦都用一個火箭嚟回敬一下對方，再交一個咁解咗一個嘅飛筒啦。咁UKC 再拆一個公主出嚟，就而家變咗嘅雙方一個拆火箭同埋拆筒嘅一個過程噶啦。咁一個筒 ，UKC 再掉一個火箭，基本上十拿九穩啦。咁最尾呢邊佢應該掉出一個最後一個筒，咁 UKC 捉到基本上冇問題。我恭喜 UKC 拿下第一局呢個內戰。内战不可怕，谁输谁尴尬。这个 AK 真的讲得太好了。好 ，UKC 里面是一个骨头，骨头壁炮。UKC 看来是冇换到，咁就尴尬了。因为对面其实呢台非常之好打。骨球筒讲真的，佢一个 motor 食无限费咯，因为佢而家全部地面嚟噶嘛，佢乜都食，乜都食，难受，贼难受啊！真系贼难受。要几时防一防守呢波？其实水量用得有少少多啊，但系都算一个唔错嘅 defense 嘅总距离讲，但系水量上就争咗一点几滴啦。好 ，Mota 要唔要考用一个火箭叉？好，系一个骑士拉拉鱼。咁呢个骑士拉咗之后，再嚟一个桶嘅进攻啊！但系再过一个 Tesla。呢一场个破局点系只公主。哇！冇捉到，咁呢个 Tesla 就可以顺便避一避喎。火槍戰咁係唔錯嘅呢個 Tesla。好啦，咁但係呢個應該又露住一個滾木本身啦。咁就稍微賣咗兩下，但係呢個冰士又將賺到嘅變翻到少啦。我覺得其實賣平均血會好啲，因為畢竟佢都係玩桶。好啦 ，UKC 再一個桶高能得到一嘢嗎？我唔确定，好啦，再嚟一个套 Volta， 咁样 UKC 亦都用咗一个嘅Tesla， 但系呢个 Tesla 比较尴尬少少，冇成功打到呢个嘅Volta 嘅。好，咁对面一个破炮成功射到一嘢，
要繼續繼續一隻公主，呢邊係咪又要用一個 Tesla？ 哇！呢波尷尬費用差有啲問問地啊費用。話左路睇嚟要買一買，只係用一個滾木嚟清一清，但係兩上嚟講都蝕咗少腳。呢啲費用非常接近啦，呢啲技師出唔切嚟嘅話，可能塔應該要被兩射兩三下啦。啊，要技師面有難色啊，我睇得出。而家成場嘅節奏真係俾阿隊尾一直捉住。哇！呢個滾木尷尬，UKC 可唔可以拯救一下世界 ？UKC 赢唔到嘅话，跟住嚟嘅比赛比较吸少少啦。UKC 深思熟虑之后，会用乜嘢卡做呢？最尾发咗个 good luck。UKC 先手一个骨骨，一个骨骨系点呢？UKC 用骨骨其實好少嘅，我諗可能係一個霧月，但霧月打雜霧好難打嘅。UKC。啊！呢個卡組選擇有啲問題，既然其實對面都玩得咁得好小費，我覺得你再玩霧月並唔係一個好選擇。但對你睇嚟係一個都係一個霧月內戰咁就好睇啦，咁就好玩啦。哇！呢個 Musky 有點鬆啊，大哥，真的真的。一系落錯，一系就送。尤其是再教一個 Bill Bro， 我覺得其實都未算太虧嘅。霧原內戰睇睇對尾大嘅係乜嘢建築？黃木。是的啦，房屋其實喺呢個內戰嗰度佔有好大嘅優勢，因為佢可以用嚟打一打死嘅。咁呢支火槍應該就可以直接入啦，係唔需要驚你。呢邊嘅 poison fail 非常之大，毒再等我試。你不，我真係唔毒嘅。好啦，呢支火槍保住咗，再嚟一條龍寶啊！但係呢波反推有少少大，誒呢個 cage 唔錯，頂得，哇加埋一個進攻毒 ，UVC 費用非常之緊，後援已經打成700張啦，這個龍寶。呢、這個龍隊，我哋可以恭喜就係咩啊？
一五蚊我完全冇得打嘅。如果系墓园打黄毛墓园，最紧要的一样嘢系换路咯，换路咯。而家 continue 點算？一定要呢個 continue 啦。咁跟住 Barbarian Barrel 就算。Barbarian。好，咁又系一个垃圾玩具。
睇一个黄巨打天走，哇！呢条跌落，黐得好黐啊！呢、這個 step， 我自己係覺得將 Mina 留喺度，上邊佢都有點差。我大啲直接頂出嚟，頂出來啦！上面睇你係冇帶骨龍，冇骨龍病咗，骨龍冇病，氣球死病。哇！呢、這個 fireball queen， holy crap！ 呢個 miner 有啲尷，誒係好尷。你就係咪用一個山爬？有冇咁考慮？我其實說實話有點難講。咁有路係可以稍微地買埋，咁再跟上矿工嘅話，你覺得有機會啊？啊，好食！哦 ，shit！我邊度可以用另手機啊？等陣啊，我都用手機。等待中，可唔可以連快少少？得咩？等陣啊！我無法連接，唔知點解。
有機，哇！爆炸輸出，爆炸輸出，爆炸性輸出！哇！衝啊！衝三個，衝三個，衝三個！衝！Nice 啊！傻逼！骨先手，滾落，又嚟咬住 baby， 捉唔到波。喂，手臂咩料？咁嚟等水睇。莫冰佬，刚刚玩冰佬，你哋傻逼玩嘅系石头啊！真是贼难受啊！这个咁浅嘅，有啲。送送地，
地獄狼咁樣。B拉埋住狗，石头。哇咩嚟？系有部手机咧。是个网问题 ，sorry。哇哇！哇呢边有冇机会？哎呀 ！Nice 啊 ！Sabi is God。Sabi is God。TQL看來香港要起播了。等陣啊，斷咗一個咩？點解無法連接嘅？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ね。就咁激烈嘅，但系，哇！难受，难受，难受，好痛，好痛，好难受 ，Holy shit！
上對面應該最後仲有一個 fireball 啦。咁穩扎穩打先啦。如果佢帶炸彈塔就更加好啦。哇！沉底牢籠 ，Yuri 絕學。可以選擇讀一讀拳頭，都冇得唔讀拳頭，真係唔讀拳頭。可以崩嗎？好似唔崩得噃，咁呢波就非常之虧費。呢個滾筒滾得非常之好。咁兩邊仲喺度互相喺度對牌嘅啫，係大 B 繼續讀嗰槍，繼續住住，又繼續兵法牢籠噶啦。咁呢波守完會唔會嚟一波進攻嘅輪次？係冇嘅，下邊先係繼續俾人防守。喺兵法呢邊鎖到嘅係龍啊，所以佢就直。特別你用一個嘅旋風將呢個嘅骨龍帶走咗先。好，特別呢波係威弱嘅 timing， 呢波但係選擇用一個自手毒嘅解。咁特別不停向前堆單位，特別堆咗兩條龍，再加埋一個旋風，非常之叻，兩條 BB 龍鎖頭加埋一隻冰塊一齊喺度噴噴噴噴噴，香噴噴香噴噴。噴到剩翻六百幾啦，491加埋毒藥會，直到剩翻330幾左右應該係，330。傻 B 而家血量係反超咗500，但係都未可以鬆懈住，因為其實 Z 呢邊佢有一個快速去爆一隻毒藥，所以一定要每一波都要守得非常。咁呢波打非常之唔錯，就係打咗個毒藥同埋少少嘅傷害。沙比繼續一波冒完，加埋個毒daily man 有啲難解啦，我諗就沙比人品如何？得意直接一個旋風帶走，恭喜沙比立下呢個。傻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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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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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逼。都整啲嘢其實。好啦，傻 B 喺波沉上面繼續玩選手 day， 咁 day 呢邊會用嘅係乜嘢咧？雙方都係想等一等一個後手啊！傻逼一條癲咯 ！J 呢邊行一個冇人啦，傻逼行一個人頭。咁 J 呢邊可能係六句咯，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嘅。啊！如果個旋風冇用到，呢一下用到旋風咁就傻，佢冒完就基本上可以發快。
上面可以買條電龍嘅，佢電龍其實幾無解下。同埋骨龍都得，我就有骨龍龍保護噴，咁就一齊攬炒咗。第十邊其實唔沉得成，一沉得就直接俾佢搶住走。欸，呢支火槍咁其實呢個係邊啲好咧？節奏但係可惜少少啦。欸，呢個電腦。哇，好叻！咩料？好叻！十B 呢個有冇電龍？電龍睇到未？電龍打俾對局需要你電龍。我十B 噴波。誒，呢度電電電電埋啲火槍幾舒服啊！电死埋只火枪先，咁就好大。哇！但系好叻机，唔知咩事。咦？点解系电发加火枪嘅？我啱先留意到佢系有电发加伤，电发加火枪伤口牌。咁如果佢呢个对手落毒嘅话，就直接一个 heals 咁就直接死啦。所以呢、這个呢粒 heals 点咯？好嘅系电龙，特别再嚟一个喷啊！特别开始继续喺度运营，系，但系特别嘅呢个王有少少俾机会，唔知呢边，哇！特别接一个旋风拉拉，再一粒飘子成功补到，系啊！哇！呢粒王子直接一刀剩翻七百血可，但系啲推前战线，跟住再加一个前锋，隔咗好多嘅单位，但系啲伤亡呢边冲一冲，睇下后果如何先。一个旋风拉走啊！呢粒飘子成功拉到，咁沙比继续喺到桥头俾压力落去。呢个王子点睇啊？呢个王子，哇！呢粒火枪，哇！直接话佢恭喜沙比一穿二。沙比，沙比，沙比。傻逼，傻逼，傻逼！呢个未上过场嘅呢个，呢个未上过场，好中意玩黄句嘅。想嘅呢个，王家驹，唱呢度 Goblin Cage。同埋討論一下戰術先。傻逼。傻逼
傻逼。實面發起咗啦，而家等你就係 EVEN9，我咪叫佢做 Evan 啦，我叫你做 Evan。啊，咁 EvenEye 呢邊佢都係想用一個漏水嘅策略，咁睇嚟都有排等。EvenEye 先就一個。Scary girl， 但啲真係俾人啲嬲唔知咪乜。我冇啊，但啲你大人明啦。大概 arrow 啊，咁就痛啦。仲系等埋个骨沉出嚟，有舒服，太舒服。哇，痛到乜咁啊！基本上宣告死嘅。一个陷阱先舒服呢个环境，跟住 V 一粒火头先嚟，然之后杀 B 就可以组织一波石头，可以石头啦杀 B， 可以，跟住杀 B 一定要跟黑王啊，黑王系一定要跟，骨龙一定要跟，所以要跟嘅系黑王，跟住骨龙同埋 U。应该是电脑吧，这个直接被吃了，你都叫死的这个直接要火火冰了，上面还有机会的，可以再来一波石头，这样得。其他故事啦，飞人之后。傻逼！机会。哇！防止吉他，防止，防止。有机会，有机会 ，nice 啊！好帅。
萬。啊！我部手機受到咗一百萬點傷害。對不起。我部手機有呢、這個，有我呢個隻唔該，係咪？係唔係？係我係我衰，唔係佢隻衰。有豬豬打 MOTA， 我覺得應該似越南嗰啲選手玩嚟都係得嗰幾套。聽話就話係 Meta 啫，哇係咪 Lego 人？咦，首先話嘅係三充，三充打 MOTA 最重要係 MOTA 防守力。一粒火球飛埋去，漂亮！嗱呢、這個，哇！我覺得會唔會冧一隻去？咦？咦？一、二、三、四、五。而且 Even Line 呢邊佢係冇一個好嘅 counter 去解的時候，佢有另一個 Spirits 解一解。嗰啲三人買埋去，六個人傾傾，都係無奈之舉啦，真無奈。咁呢張我諗大多數都係一隻咩咩。咁上邊呢條地獄龍係無敵嘅，喺自己本場無敵啦，咁但係實都冇乜作用。哇，尷尬！作用不大。我其實點樣咧去解呢個 stand up？ 傻逼！哈哈！好彩佢 request 咗。
我飞机好得头。真系来战。黐下火枪，我什么都系烧骑。打啲繼續一個超級騎士，呢份可能要轉一轉變先好啦。嗰啲又係火槍追一追，呢啲火槍有少少難嘅，唔知點解嚟講。可以啊。球蛋啊！啲 skills， 哇！啲 skills 都系啲疯狂做 skills， 而家发啲有一千几有睇，即系咁多真系，我哋坟墓版先知咧，呢个 skills 咁多张纸，心有老好似好啲，相比啊一个 skills 嘅，又嚟一个。买得好牛，跟住佢话如果被飞埋，就啲有啲紧急啊！咁又耐可以买埋嘅，特别有啲乱。可以啊，咁可以。后边再一只试下，入食佢哋嘅单位。后边第一张系咩？哇！真系直接掉火球啊！呢一下火枪一定要保好。上面一隻火車喺毒毒嘅態度之間，哇！呢啲 spirit 賣咗啲廿塊。少少，太急啦！
Thank you.
又斷咗，等陣又斷咗。救命！嚇，個 app 會唔會太垃圾？
We'll be right back.
Fuck.